整个水能发电机组的它的这个转动部分的重量啊，重达2000吨。那么这么重的一个2000吨的一个旋转部件，它的稳定性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可以用一个实验来描述一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硬币。你看这个小硬币啊，就在我们这个2000吨重的旋转部件的5米的上方，它能够这么平稳的放的立在上面，就说明我们这个机组安装的质量非常好。用我们的这个专业术语来讲的话，就是它的整动和摆动啊，非常的。